我是大家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玲，欢迎到玲玲看上去。好，那三二一，保护我，这不是 GoPro 七的保护膜吧？电板不知道是 GoPro 八还是 GoPro 七的电池。GoPro 八的电池。对 ，GoPro 八。这个是 GoPro 的底座，两边的。再见。这是电池耶。这个是 GoPro 八的电池。GoPro 八的电池。这是放在袋子里的样子，拿出来的样子。哇，我想看这个。等一下我们先开开。我想一人开一个。爸爸，我想锁。叫对齐。我想锁。我要锁，我想锁。直接那一只愿意锁。我想锁。对齐，等一下。从这里开始。不要锁太慢。No！ 我想要。这会太重了、啊，啊！这个人有多好笑？要在后面加一个重的东西，先不要来一加。叫小孩头那么重，来，这是假的。这安全帽可以吗？我来帮你扶好。哎，可以。你要叫我戴棒球帽是不是？嗯。是不是？你看，你要扶好啊，才不会掉啊。这里头，你看棒球帽会不会太大？还是帅人？会不会掉下来？帅人哦，帅人还是会掉下来啊！我想要怪，我想要怪，没错，我想要怪。等一下，拿来我看，我夹上去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可以用三个哎，是吗？哇，应该可以用三个吧？哇，可以用三个吧？好想用，好酷！哇，可以用两个哎！再来嘞！哇，可以用两个哎！这是放一个，这边还可以，还可以再放一个。我假设的出来。好了，哎，假设这样，就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。好，有啦，有在里面。可以动画看啦、啊。这个，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GoPro 拍的视角，是 GoPro。嗯。下次去就这样，两台一起上去。然后别人看的都傻眼。对呀、啊。还是这样，那去那，如果再去一次海洋公园的话，就那路。再拿两个路，一台可以录前面，一台录后面呢。就这样子，将这台录这边，这台录前面，这样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